今天从悬崖村去乐山，还得再发一条，没想到一路上这么漂亮，开心，终于到了。哎，我腿肚子都嘚瑟了。哎，这个下比上难走啊。这是一条棕色的拉布拉多，这个呢，这个不好讲是吧？我拍点素材，要不有的时候我就没有镜头说话。哎，这个路太美了，哎呀，我要想办法拍一拍，在这个山谷里，太漂亮了。大拖把，哎呀，慢点吧，太快了，在镜头里看不出来啊，但其实这个路很烂。你看摩托车就看明白了，来，快看，这漂亮，右侧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不知道，没做功课啊。蓝绿色的河或者是江。我刚才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欢迎我来到云南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了一下地图，我右手边的这条江就是金沙江。哎呦，哎呀，真是。笑掉大牙了，让人，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，看来还得多出来走走呀。哎呀，幸亏刚才拍了一下金沙江。啊，多美啊，这条路还挺美的，右手边一直都是金沙江啊。我无人机没电了，要不我就无人机航拍一下，丢死人了。这是买好的噻。那好的多少钱？好的六块。六块啊？我们这边买八块七块。六块不便宜了。嗯，六块。便宜三。我要，啊、我要三个可以吗？啊，三个。要三个吗？对。还几个嘛？八个。三个可以了。谢谢大姐。老婆婆，你咋不吃？你懒得来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真吃不了，就我一个人车上。靠你靠，既然能靠的，可以，不能再拿了。五个嘛，五个来个喝的开。你这六块一斤。这个是六块一斤吗？哎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真的不要了，真的不要了。真是的，因为我车上就我一个人，我是根本吃不了，我得吃一个礼拜这些。老公儿五斤哈，五斤就三十块钱。真就五斤，送你个啊。送我一个。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我必须得给大家拍一下。你看我买的这个橙子，特别好，这个好好吃啊。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橙子树的花。特别香，真的特别香，就像栀子花的和茉莉的那个混合的味道。看看，就在金沙江的江边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路两边都是卖橙子。我插一句哈，从悬崖村到乐山的路很好走，全是隧道，但是从西昌到悬崖村的路不好走，很窄。点最终也。现在是12:06，快12点了，到了乐山。记录一下，一直没吃饭，晚上为了开车，让大家说的，我找了一个评价比较高的烧烤，这个整两瓶，然后买个机票，明天回北京参加国内最大的房车展，去看一看，学习学习。